哎，大家再往中间靠一靠，往这边来一点。三、二、等一下。老师，我有个建议，就是我们是三对，能不能按对站？哎，也可以。好，来去。 来，好，那我们几位紧凑一点。好，三、二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在办公室就听见你们在这吵吵了，就算是周末也不能这么吵吧？这还是学校呢。老师，我们马上就好了。是啊，刘老师。 这本来学校就是不同意的，你说为了帮你们这么一个忙，我费了多少口舌呀？一个个都已经这么大了，还不让我省心。